进去吗？你进。谢谢你啊，这样一直陪伴着我。那我们这样也相处了三年多，对，那也谢谢你很辛苦了，在照料两个小孩子。对，那希望我们就是之后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这么好，那永远幸福。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I can almost see it, that dream I'm dreaming, but there's a voice. 你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三代奶文，我就把它交给你。奶文，你做人的媳妇要知道理，对公婆要孝顺，对家人要容忍，以后的日子幸福美满。有宝宝的时候。应该知道当妈妈的辛苦，要更坚强，一定要做好妈妈的榜样，一定要帮助先生。那我之后就交给你了，以后是好是坏，没我的事情啊。谢谢你这么爱护他，希望你们永浴爱河，白头偕老。谢谢，谢谢从小到大你们对我的照顾跟包容，是给我三个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可以互相扶持。现在我有两个孩子，更懂得你们的辛苦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扮演更多角色。我也希望说做得好，能够让你们以我为荣。也希望你们可以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爱你们一辈子。谢谢。那还记得当初一开始要跟他求婚的时候，我们有约在一个火锅店。对，那时候就是其实你们之后交付我说好对待他这样。对，那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。那我们经历了这个三年多的时间，那也有两个小孩，那真的很感谢你们愿意把希望就是交给我这样。谢谢。